那这台相机的原生 ISO 如果在拍照模式的话是100跟320，那你在拍摄到 S-Log 的话，它也是双原生 ISO， 所以是800跟2500，就跟其他的 Sony 的系列都一模一样，双原生 ISO 这样。那这台 A7CR 的原生 ISO 在拍照的时候是100跟320，但是你如果到 S-Log 3拍影片的时候，那你所有的 Sony 相机都是这样子。那在拍照模式下面，这台的原生 ISO 是100跟320两。那这台相机也有双原生 ISO， 所以你在拍摄照片的时候，原生 ISO 是100跟320，但拍影片的时候，如果你开到 S-Log 3的话，这一台相机的双原生 ISO 就变到800跟2500两档各。叮叮叮叮